谢谢你们欢迎我到这里来。我觉得做这种环保的工作，他说了几句话，我觉得是非常的 有用的。Start where you are，就是你只能从你现在的地方就开始。他叫多利，来自10000多英里之外的英国伯明翰，1974年出生。他正在参加的是第二届莫干山民宿生态日活动。多利大学毕业后，在爱丁堡过着舒适的生活。2005年，公司有一个到上海工作的名额，因为心中向往已久，多利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顺利地来到了中国。2007年，酷爱户外运动的多利跟朋友到莫干山骑行，在半山腰的后雾村，摇曳的竹林和潺潺的流水令他立即恋上了这个小山村。突然到了一个空气特别好的，然后其实那天完全的迷路的一个竹林，我能不能现在把工作拉到这里来。多利在后雾村定居之后，主要从事铁人三项赛或者越野跑比赛的策划推广，以及国际学校的青少年活动。我在做赛事的时候，后来我是委托一个幺五村有一个做柱子师傅，他给我设计好了一个中间起点这个门。做赛事的人很多时候都是一次性的材料，我们每次都会动脑子，能不能想到一个重新经常可以再次用的东西了。穿了什么衣服？你是一个小绅士。宝贝，你叫他什么？叫他什么？这个帅气可爱的男孩的妈妈叫龚兰颖，是后雾村一家民宿的业主，也是多利的好朋友，住在多利租住的房子的山脚下。多利第一次来后雾村就住在他家。你是不是记得这个已经就来大概5年前的事情了？真的吗？对对对，到后来是你是我的门，我没法就是起来了，我都在这个床上，我在我的一楼，然后你进来了，就是送了我一碗鸡汤，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就喝了一杯，这样子的，很好的。多利跟蓝影一家已经完全是一家人了。5年前生病时的那一碗鸡汤，深深地烙在了多利的心里。他想为这个家，为这个村子做更多的事情。他是已经带动了我们德清的一个西部山区，包括木干镇啊那个地方，都受影响。滴水清算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他的那个就是意思就是人类可以从好一点的环境得出的一个利益。我们的环保的公益活动都要考虑到下一代，而不要考虑到2年以后或者5年以后的事情，那要完全是考虑到下一代。